不管不管不管，不让走不让走。我们已经落后了一天半了，我看很多人这跑分赛三号开始啊，有人三号凌晨零零点就开跑了，有够离谱。然后我还在天堂 W 跟人家血流成河，哇，很痛很痛，哇呼，他们死光死光，打标打标，剁总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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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什么事？台湾 number one， 哇呼。我今天一早睡醒了，例行公事是什么？哎，今天看给你看啊 ，PVP 记录，看好、哦，看好、哦，有看吗？我几点睡醒了？你每一天只要打开我的天堂 W 的 PVP 记录，就知道我几点睡醒。七点，好，我早上七点睡醒，七点零四分杀了一整夜，五分又一夜，六分再一夜。我睡醒，早餐都没吃，水都没喝。外卖都没点，事情都没做，我他妈先杀三页当早餐，先三页，然后七点半第四页，八点第五页，八点半第六页，九点第七页，我早上睡醒先他妈杀个七页。四 P 可以上吗？我打野 ，BC， 感恩，我们自信发言，打野 BC， 来关音乐关起来。OK， 感恩，睡啦，有打野完了啊！超级螳螂中路会 AP 吗？我怕太多物理，我想想 ，OK， 想你妈！你不亮了个卡特，不管你啊！哎，偷钱好一点吧。史泰丁特哦。嗨，你好，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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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台服，教大家斜线 mute 哦，这样胜率最高。没人，没人，秒杀，哎，秒杀，人马小兄弟，这个野区刷的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舒服吗？哎呦，你一开掉的，哇的操！嗯，哼哼哼哼哼哼 ，fast， 不要啊！没事，可以哦，夹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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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怼他，怼他，逮到你了！哇，死喽！加二十，啊啊，怎么都没死，吓死我！快快快！对对对对对对，西呀！哇，你交个闪都不给我投啊！你宁愿送闪都不给我投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干你俩冰兔，走开！废物不给你投，妈五难过。我知道你是畜生，想睡我。不用，狗狗人顶得住吗？十粉，好啊！上路由我们十粉代表出了这个我们史丹利最经典的三猪流套装。稳定的抗压，什么叫做稳定的抗压呢？讲难听一点啊，就是被压，就是稳定输线，稳定输线中。我猜你还没六啊，讲，哎，嘿嘿嘿，开支，哎干，完了，被看到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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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裂开喽！哇哦，加一百，怎么才二十？哎，怎么只有二十块？你们看，智商压制，兄弟朋友们，反野人马爆炸！哎，你们知道，你们知道人马真正爆炸的时候是什么吗？是什么时候吗？人马真正爆炸不是刚刚这波被我反野，是在他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他的野区就注定会爆炸，因为老子是打野教授，知道吗？今天直接来教他做人，不要瞎掰好吗？人马是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兄弟别打！来，兄弟们，不是，快冲！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啦？干够手！
我怎么去了？我在看抖内，然后突然死了。喂，哥，你们高不高啊？操 ！Unstoppable！ 啊！那个。发飙了，上去了。但是这个泽拉斯，不是。哇！西呀！算了，操你妈！哇，这两个销售是不是脑瘫呐？这么大优势给你们都能送，这龙我们看能不能守一下。然后这中路020一事无成，这中路跑线跑多久，你一层皮都吃不了。哎呀，来，我们准备来搞一下这个杰西，狠狠的把这个杰西打爆。来，下路被杀了，没办法，这时候我必须来帮。那西北，你上他。你就让他这样，你俩吗？你跟我开玩笑吗？你跟我开玩笑吗？这你都不杀？可不，先屠龙再屠马，哎，我的局。人马还熬过了，不要，等一下，缓烂，丢，砰砰砰，裂开，怎么？哦，加65，有赚到钱，哎，星矢比较能打，我觉得，我一般我不选暮色黑刃了。那、啊、你如果想要优先进化啊，你如果想出灵魂收割，好不好？灵魂收割加进化啊的套路，对，就可以考虑买那个暮色黑刃。我必须说啊，大概70%都是买暮色黑刃。对，我遇到的螳螂这个玩法70%，但是我个人比较爱星矢啊，就是有续战力，然后可以一直鲁桥，因为我觉得他大绝跟暮色黑刃的功能有一点点重叠。拆了！我一炮被你清完，哇，好牛逼啊！哇！这是同埋手啊！这闪勾极致拉扯，然后又不像在乱勾，你懂吗？有些人会装逼乱勾，但他这个真的不像乱勾，这个是计划好的，而且那个技能的掌握度真的是恰到好处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没有啦，就这四龙一出嘛，稳稳的不可能输啦，所以做一点效果，让电脑萤幕前的你们哦，可以有一点娱乐，如果我们的打野教学就是这么单纯的吃野反野杀人，那非常的无趣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有限能力之内呢，绝对不输的前提之下呢，我们做了一些。比较有娱乐性的操作画面，让各位同学就是娱乐一下，不要上课上到睡着，这很重要。自古以来的良师呢，绝对都不是什么台大毕业啊，还是什么国外进修什么鸡巴的，都是那些让大家上课不会睡着的老师，没错吧？聊天室有没有人反驳？没有，全票通过。所以我们刚刚这个教学方式呢，是真的恰到好处。是人进去了，哇！这炮怎么这么软？不用，就知道你想炮我，无情拉扯，嘣！怎么样？这波操作？有料吧，
哎，又扭掉了，哎，又扭掉了。我就想坑你，咋的？他怎么死人啦、啊？到底在干嘛？你们这些人，哎，啊，没事，没有被发现。嘣！来喽，傻逼！兄弟，能不能别送？可以吗？我对你的要求只有一个，能不能别送 ？OK。不，我在这里一个限制三个，然后你可以死在路边，你还是个中路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吗？感觉不太好。原地起飞！哎，脚闪拉扯。反招了，索拉卡，反到索拉卡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狗头，好，狗头，你猜起来，我掩护你。懂吗？懂不懂啊？懂不懂啊？懂不懂啊？懂不？干你你啊！怎么这么硬啊？操你妈！喵喵喵喵喵喵！屎掉掉喽！屎掉掉了，人马一生无妨，一生无妨。但是，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聊天室的同学们，课堂随堂考 Q&A 时间到喽。请问上一波团战 carry 的英雄是 A 狗头人 B 卡利斯 C 丁特，请选择。我们一个无情大绕飞，巴萨干你娘嘞！不管不管不管，不让走不让走，亚西啊！为什么在空中被定住啊？啊！你们怎么在吃八楼啊？你们怎么在吃八楼？什么水平的人会在你队友上岸一打二的时候，然后开一条满血的八楼？哇！天哪！啊，铜臭味好重。嗯，吃了啦，吃了啦。哎哎，什么意思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中单，你怎么又发病了？哇！哇！追起来，追起来！泽拉斯，泽拉斯，没想到吧？啊！完了！转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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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娃笨蛋，转娃笨蛋！哎哎哎！人马逮到你了！哇，好恶心啊！这人马一只鹰尾，那谁都不赢就鹰尾。你有发现吗？他每次都躲在暗处等着要踢完，为什么就非得要恶心我呢？人马，难道我平时为人很鸡巴吗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吃吃吃吃吃，直接吃直接吃。今天做得好吗？干！又被发现了。为什么那诡计老是会被发现？啊，死喽！哇哇，要死喽！嗯，射爽没？射爽没？啊！你知道我刚想干嘛吗？我想要自信连跳，我想要空中把他刮死，再踩回，再跳回来踩他尸体，我想在空中 biu biu， 在他头上跨两次羞辱他，就没事。我们自信孤立竟然没死，哎、欸！啊，还有金身啊，难怪，难怪，难怪，那不能怪我啊，这金身是有点硬啊。来勾一个，哇！机器人，好人一生长命，楼主一生平安，一定给你赞。他用命拉了一个头出来给我吃、欸，哎，辅助就该这么玩。你妈个六七五！啊！
希望这盘游戏你有学到一点东西，求你。这游戏是不是没有新手啊？我说实话，对面的人马跟奇勒斯也不烂，索拉卡更屌，他就是丢一个一，然后预判我要起飞，然后那一定住的瞬间我刚好飞过去。哎，还是我烂，是我用脸去接招吗？但不是，你不会想要没事把一个一摆在地上嘛？你那是看到了你才按一吧？他是把一个一在我路过的地上限制我、啊，这索拉卡肯定也不是铜牌啊。台服的铜牌场都是让那些开小号来虐菜的地方吗？好不健康哦，难怪现在这游戏没有新手要玩了、啊。我们都找不到年轻的肉体进入战队了，年轻的肉体都被你们这帮开小号的恶心人给耳光了。